有几天没晒太阳了，今天地还有回线条哈，毛坯打好了，下去了吧，你走着。天不亮就在工地上来，忙了一上午后开始干饭了。干饭人、干饭盆、干饭都是人上人，一动不干都不得行哈。来看看今天中午吃啥子哈。猪肝、肉丝哈、肉片儿。红烧饭哈，倒起来。还在冒热气哦，红烧饭。先来个红烧。今天中午两个菜，慢慢的切，不要切更多了，杏鲍菇。切完顺便给大家聊一下哈，大家都在说，简直是啥子事情都不好整。像今早我们工地上天还没亮哈，来到工地上，兄弟们都在说呀，那十月份一结束，马上还两个月就是年底了，竟然没捞到油水。就像我简直哈，工点都没做好多，200个软米地，我打开统计了一下哈，只得150个活，因为简直活路少，虽然得做哈，有时候断断续续的，那找活路哪找活？我说我们一个县城，从以前我在湖州那来，我哥哥现在在湖州，老二啊，他在那边做小工。他都说那段时间没得活路，活路不好找。像以前我在湖州打工，租房子那个隔壁老乡，他才30多岁，现在他说进厂啊，才两个才7000多。那贵进去吧，不是我们互相在聊天吗？问了一下，好，穿个男呐。还是在工地上来整咯，厂子也不好整咯。现在，像那贵进去，我们出去那天去吃个火锅，问那老板生意怎么样啊？那贵进去，因为哈大家都在说有时间，那节气生意还平，现在没平时好。反正做餐饮的人太多了，因为说啥子在街上，以前我们的工地外面哈。卖6块钱一碗的面，自助面，随便吃饱，你说老板能赚多少钱呢？大家说是不是那个呀？现在各行各业，不管是哪个行当哈，都不好挣，都是这样子。记住这句话哈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。你像我们在工地上，每天天不亮就来工地上了，天黑了才回家，这也是没办法呀。祝大家生活愉快哈，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了哈。快点吃完，马上咱们要上班了。中午忙得很了。